望吗？你还是记得你跟我约定吧？区区几场成败里，应该不知麻木了吧？我希望十年后的陈伟璇不要觉得自己现在就很足够了。我现在25岁嘛，都还有一排是要冲刺下的。我都比赛了很多年，以前的自己就是通常都为了很想拿到冠军。今次最大的不同的是，我是想表达自己多过去拿奖，非常之想在台上面唱首广东话歌的。假使一生会没了没完，总有日会如愿。我6岁就开始参加小学嗰啲中国舞，10岁就学拉丁舞，大专嘅时期先接触街舞啊或者 jazz funk 嗰类嘅东西。唱歌咧就系15岁嗰阵时有啲中学校际歌唱比赛，可能因为我识跳舞咁有台风就拎咗亚军，就开始咗参加歌唱比赛嘅生涯啦。自己真系数唔到，一年有10个，每一区都有啊，中学做啦，公开做啦，18區啦，小雲都喺嗰陣時識。我好記得我嗰陣時大專咧考完最後一科，第二日就飛咗去韓國咯。而家呢個階段，我咁樣好似唔係即係做唔翻嗰啲好可愛嘅東西。花姐啊、移民啊、彭秀慧老師會做一個叫 back pain 啊嘛，腰痛啊嘛，係啊。脑海一片空白，太多负评。我 keep 住睇噶，连登都有睇。我都好欢迎大家热烈地讨论嘅。第一套系《Hey Sister》嘅，呢个系我泳衣嘅开始，即系话个小小秘诀俾大家听，系入边要着腰封嘅，同埋要着2对丝袜嘅，对系防打底嘅，一个咧就系格仔嗰啲嘅。其实我自己都几 surprise， 系无啦啦成为咗讨论嘅点，因为我自己就睇开外国嘅concert 啊或者 Grammy 啊嗰啲好多类型呢一类型嘅衫 ，Sammy 演唱会佢都有咁样着，祖儿都有。可能我自己未去到呢个级数，有咁样舞台，我会想试自己想着嘅嘢咯。决赛嗰个 J Lo 咧就系、是、亦都系欧美风啦，咁我就揾咗好多 reference 系 Beyonce 嘅 tour 入边，我一直都好想有一件白色或者银色嘅好 bling bling 系。是呢一類型的嘢咯，我亦都好多謝造型師同埋designer， 佢哋一起整咗呢件衫係度身訂做俾我嘅。好老實講，我嗰集睇完 Carmen 咁多個表演，佢嗰集係做得最好嘅一次，所以我都覺得哇勁喎，佢好靚女咯，同埋有長腿，冇 Carmen 咁靚啊，即係高又高過我，長腿又長腿過我，即係未必我本身嘅樣嘅觀眾緣唔係咁好，但係希望大家睇完呢個節目之後會中意我個本質咯。快樂嗎？你忘掉理想，只能忙於生活嗎？別太自由，10年後只想。快乐吗？